就妹妹这首歌呢，其实它主要就是现在我遇到很多女生，原则上很多年纪都比我小，所以对我来讲都是妹妹。然后就有时候很习惯叫哎妹妹这样，但是事实上它也不一定是给年轻人。其实它主要在讲说，就是享受自己的青春，就是希望就是女孩子想享受自己的青春。拉到，所以他有没有跳？啊，不是你音乐喜那么快，速度太快了，他的速度太快了。所以我觉得跳很好。我跟你讲，全民跳起来就这样子。我要希望以后就是大家看到这首歌一播出去，所有人看大跳嗨这样子啊，像广场舞。我觉得那个是最终目标，可能就是对唱跳团体姿态，回去唱跳团体会喘。主要也不一定是给年轻的女生啊，因为像有些姐姐她也喜欢人家叫她妹妹，对，有时候我不要年纪比我大，我叫她妹妹，她也蛮爽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每个女生都是妹妹，这是一个非常礼貌的讲法。